八一山，八一山，我们上海人都知道，这个铭记历史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这地方就是不忘那个，不忘我们国家的那个，就是民族仇、家国恨，牢记历史吧，不要让那个悲剧重演。 现在中国由于受到各方面价值观、意识形态的冲击，人们的思想也不统一。但是，通过民族主义，通过弘扬一种民族精神，可以凝聚人心。第三层含义，那就是当年中国是战胜国，它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那么今天，在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动当中，中国也应该发挥它的一个。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的作用。然后一直打到中心去，这个是。哎呀，你那个小的。辛苦了，然后早起，早起的。不用，这穿的要穿的松。